Hello，那么奇怪。这样子好了，你们是看了我那天说那个什么，所以现在来套路我了吧？啊，这光怎么这么奇怪呢？换个地方。等我啊。没有压岁钱，你们不要再说多瘦了。你在大街上没有？我还没有去吃年夜饭。我要现在几点？现在两点多，怎么吃年夜饭啊？年夜饭不都是晚上？所以呢，我现在刚刚洗了个澡，化了个妆，然后一会儿就要出门。晚上开直播主要是因为是在外面吃饭，就不一定会好开，所以就趁现在在家里的时候开一下。哎呀，我爸起床了，哎呀，我要把这个拿近一点，不能让你们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五福已经集齐啦。五福你知道吗？我集齐了之后，我之前还非常的开心，因为就觉得说去年好像每个人分了100多块钱，对吧？那今年有100多的话，应该也是零花钱，也非常的棒。然后结果才发现，原来是1亿多人分2亿块，重点还在于他是拼手气，就平均每个人即使平分，也只能分到1块多钱。然后我就觉得以我这种人品啊。就是分到2块钱以上就算我赢，好不好？分到2块钱以下就真的，真的很惨。哎呀，不要介意刘海问题，这样吧，就很惨啊。然后，我想了一想，至少可以得个2.5块吧？你觉得？对吧？你们不要关注我奇奇怪怪的问题啦，真是的。然后呢，他们就说，就看到有人吐槽，就说，最厉害的是，就是之前在支付宝上什么的，就是把敬业福卖30块钱的人啊，就那些人就很聪明啊，就是他不管怎么样都赚到，我觉得卖10块钱都赚到了。晚上出去吃什么？晚上是团圆饭，就是会有各种亲戚。对了，我之前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那个亲戚计算器，你们知道的吧？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分不清辈分啊，就是在想什么是堂哥还什么是表哥，我都要考虑很久的。其实我家亲戚很多，就是因为我爸爸兄妹很多啊，然后就会有亲戚的亲戚的亲戚的亲戚。我跟你讲，根本不晓得喊什么，就不止我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我妈也不知道叫什么。每次他给我介绍，就是这是你那个谁谁谁的谁谁谁的谁谁谁谁谁谁完了之后，我说那我叫啥，然后他就笑了一下，就迷之沉默，然后啊。我也很尴尬，重点在于他即使给我讲了，我也不会记得啊。我下一次看到我只是脸熟，我依旧不知道要喊什么，就是很害怕会四目相对，因为相对之后你又不叫人，就会显得很没有礼貌。这种时候呢，就一般来说就笑一笑。
喊错了真的也很可怕啊，喊错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氢气计算器真的是神物哎，那个东西真的特别厉害，特别厉害。但是有些人就搞事啊，全部都弄得神神气气的，结果他不是还有那种答案是什么同性问题不予回答，什么你这个太难了。你们年夜饭会吃什么？年夜饭一定要吃的东西有吗？我觉得没有诶，因为现在好像感觉什么地方吃年夜饭都和平时吃的差不多。啊，红包！哎，我好像是不是猜到了？我看到一个六。我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六？我是不是点了要一个？还可以发红包吗？哎，我自己也可以发红包给你们的哦。我试一下发红包，可不可以啊？天呐，连我自己是可以发红包的啊！我会发，我想想啊，发多少个？发33个好了，很喜欢三。一会儿还要在微信群里面给他们发红包。微信群啊，因为今年会有马奶子48是吧？明珠48，他们真的很惨，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在晚上发红包，对他们太不公平了。不然的话，就要等到12点以后再发那种，不然的话他们死都抢不到啊，就很惨啊。所以呢，就还是就趁大家都在的时候，再来微信里面发一下好了。来吧。发一个，发33个哦。鸡腿总数发多少？先发个1111好不好？111就是大家嘛，大家都，你懂的。我这也要抢。哎，我为什么自己不能抢啊？我自己发的红包，为什么我自己不能抢？为什么？我现在才拆红包，有鬼用啊！有毛线用啊！我自己，我也没有抢到啊，我也很难过啊！你们都已经抢完了，我这边还没有显示我的红包，这什么鬼哦？天呐！啊，再发100个，111个，111个，重来！天呐，那最后我自己的鸡腿送光了，我真的很惨耶！来吧，过年啊，过年就是有可能我自己的霉运就顺着这些红包就出去了，然后留给自己的都是好运，就大家都帮我分摊一点这种比较惨的。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真的哎！又红包吗？你们怎么都获得了红包，我没有呢？为什么？对呀，我也没看见，我也看不见。我只能看到谁又获得了几个鸡腿，谁又获得了几个鸡腿，谁又获得了几个鸡腿，但是我连红包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这是 why，这是 why，这是 why，不能这样的啊，不能这样的啊，都是假的吧？哎，我已经放弃了，放弃了这个问题。哎呀，我8点起床了，我把这个拉近一点。你们，我也觉得有黑幕。红包这种东西真的，
很奇怪，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反正感觉来说都不大行的样子，就很你们在喊什么啦？真的是。过分。哎，以后我就要出去吃饭了，出去吃饭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你们过年的时候会打麻将、打牌吗？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也就是说什么，过年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我用光了、花光了今生所有的运气才能够遇见你。然后有人就说：“对不起啊，我这个过年我要打牌、打麻将，所以呢，请你晚一点来，我要把我的运气先花在打牌、打麻将里面。”哇，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我有一年最厉害的那一年，是很，也不是很小的时候吧，就应该是高中那个时候过年，因为兄弟姐妹们，就什么各种堂哥、表哥、表妹、表姐什么的，大家都还是小孩子，还没有实现，还没有成家，应该说对，重点就在于还没有成家，所以大家都是小孩子。小孩子的话就会聚在一起玩啊，就过年的时候，就因为我也不会出门嘛，而且那时候都是一大家子人都住附近的那一种，所以呢，所有小孩子就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呢，那时候就会打牌，打牌就是那种我们那边玩的那个牌叫什么来着？七鬼五四三二一，好，你们怎么又获得红包？我为什么连红包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哎，七鬼五二，对，七鬼五二三，哇，你们好聪明哦！原来这种东西不是我家这边才有的，因为大家都有啊。对，七鬼五二三，没错，因为这个正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它就是每个拿5张牌，然后那个庄家可以拿6张，然后就出嘛，然后七鬼五二三就是顺延，就是。七是最大的，好像是什么忘了，好像鬼还是可以假装任何牌的吧。然后就是抽牌，就是先出牌，出牌一定要跟，对，七最大，出牌一定要跟的那种，就是你出四，下一个人就一定要有五，你有五的话就可以出，没有五的话就不行这种。然后呢，出掉了牌呢就要再去就是牌堆里面摸牌，就一直要保证里面有5张牌，最后玩完就看谁手上的牌先出完嘛。然后出完那张牌呢，我们那个时候玩的是5毛钱一张牌，你懂吗？哎，5毛还是1块哦？就玩小的时候是玩的5毛，然后有时候会玩1块，1块一张比较好算啦。1块钱一张牌呢，就是当有一个人出完了之后，就看剩下的那几个人手上还有几张牌，就是几块钱。如果他一次都没有出去过牌的话，就不是5块喽，他就要出10块，就这样子。啊，对，干瞪眼啊！天哪，这个。这个没错，这个就是当年的生活。我们这边的方言就是“赶等”，什么东西“赶等宴”，真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当时啊，就玩5毛和玩1块的。重点在于，不仅我们几个小孩子玩，小孩子都没有什么钱的啊。小孩子，我们的钱那个时候都是爸爸妈妈。我妈不打牌，然后我爸会打，然后他就会把玩牌就是那些零钱，然后就给我来玩这个干瞪眼，然后玩干瞪眼，七个五二三干瞪眼不一样吗？不一样吗？哎，不要管了，不要在意这种细节啊，反正差不多。然后呢，重点在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人，一个是我外婆，一个是我姨娘，就外婆和我姨娘。他们就会陪小孩子玩，重点是他们两个是成年人，是有钱的，你懂吗？所以呢，所以我们就会想着说，趁这段时间，快点去，就是快点去赢一下他们的钱，就当自己的压岁钱。所以当时啊，我的个妈呀，玩这个玩通宵啊，可以玩到2、3点、3、4点都不停手的，而且不许外婆他们走的，就一定要玩。
然后我那次运气爆表，玩五毛钱一局哦，一块钱一局哦，居然晚上赢了100多块，100多还200多块，反正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赢，然后我哥也在输，外婆也在输，我哥输了超级多，然后特别开心。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天哪，自己实在是太有钱了，那是很久哎，很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这是很大一笔钱哎。这个和脑子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完全是运气，真的。我该不会是那个时候就把我此生所有的运气都花光了，导致现在这么倒霉吧？怎么这么惨啊？哎，不管了，反正今年应该是运气比较好的一年。以前的100块真的是巨款哎！你要知道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给我5块钱，我可以用一个星期的，觉得一个星期自己都特别特别有钱，都是无敌的有钱人，对吧？哎，我妈也蛮惨的，本来觉得她快要退休了，她也觉得自己快要退休了，结果呢，现在还要上什么法院战线的第一线，一定要让他去当，因为现在他们出了一个什么神奇的规定，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只有一些经过考核的人才会有什么主审权之类的。然后我妈本来是准备慢慢的退居二线，结果呢现在又被搞到了一线去，结果呢她现在就办民事案件啊什么的，每天都有很多很多案子。所以告诉大家，你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少一点纠纷好吗？少一点纠纷的话，法院也会轻松很多。民事案件真的很奇怪，有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多神神奇奇的人、神神奇奇的事情哦？我们的愿望是世界和平，没错。你们有很乖巧吗？你们一点都不乖巧。核心社会什么核心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什么，诚实什么爱国敬业什么，哎，诚实守信民主文明什么爱国什么敬业友善法治，哇塞，太可怕了，还不要想这种事情。乖巧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吗？我们一点都不乖巧，乖巧就在那坐着。你能正常一点吗？啊，我就挺正常的，主要是我一想到今天晚上就可以吃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我就很开心，真的。回家之后，我今天早上我每天早上9点起床，就是为了去吃家斜对面的那个豆浆油条。嗯，这样子吧。然后，你们不觉得吗？你在家里面，其实感觉自己只有一件衣服，你带再多的衣服回来都不会有用的，因为在家里面只会穿睡衣，而且是那种很厚实的，就是那种把自己裹成一团，就穿上之后就变成2倍体积的那种睡衣，然后都不会想要出门，你根本就不会想要洗澡洗头，真的。所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很害怕，很害怕碰到熟人，因为只有像今天这种大日子，出门才会刚洗了个澡，化了个妆，然后如果是日常出去买个什么东西，逛个超市什么的，我就那么的去了，然后戴个口罩之类的，但是呢，可能就是没有洗头嘛，就免洗喷雾喷一喷，有没有？我那天去机场的时候回来的那天用免洗喷雾，平时我都不带的，平时因为如果是出去出公告什么的还是会洗头啊，但想着说好不容易要回家了对吧，所以呢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神器带回来，就带回来了自己的免洗喷雾，就很长一瓶嘛，免洗喷雾你们知道啦，大概这么长，然后就把它放在我自己的箱子里，结果过安检的时候就被拦下，就问你这里面是什么，
我说啊，什么？我这边会装什么东西吗？哎，什么信封？然后最后他就给我去看图啊，我就说哪里来呀？他就指那边一长个，我特别不好意思跟他说这是免洗喷雾啊，然后就觉得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真的真的，因为他那个是气嘛，就是那种喷气的，就气罐，就类似于应该还是会就会稍微问一下，万一怕是什么炸弹罐之类的。什么氢气罐之类的，所以就很羞耻。所以呢，刚刚我还看到我好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就说脸上什么都不涂的时候，出去总会遇到老同学。哇，这个真的特别可怕哎，真的，你每一次都是打扮得很美很好看的时候，你出去真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真的也不会遇到什么囧事。但是你真的就很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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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希望消失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有人叫，就遇到有人都算了，最害怕就是在人群当中一眼有人叫出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天哪，就很想在自己的脸上写个呵呵，好害怕哦。然后这时候你说你能回答什么，你说我是那更尴尬，你说我不是然后跑掉吗？我当然如果会光速的离开的话，我当然会选择跑掉啊，就说你认错人了，但这样子也很挫啊，因为如果真的是认错你根本就不会搭理他，对不对？就我觉得那种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应该就是说叫莫涵莫涵，然后你就假装根本就不是叫你，就一定要就是气定神闲的先安抚一下自己狂暴的内心，然后说要忍住，要淡定，要淡定，然后也不能够一下子就加快自己逃跑的步伐，一定要就是逐渐的加速，就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异样的那一种，懂吗？就是稍微快一点这样子，淡定的离开，对吧？真的，我觉得摩羯座真的是很死要面子的一个星座哎。因为我如果在街上真的摔倒或在撞树，我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好痛，而是天哪，我要快点逃走，千万不要被人看到，没有人看到我这样子。怎么你们又在拿鸡腿啊？我为什么没有啊？我这上面连红包都没有显示，能蹦这样子对我的过新年，显示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对。所以是 iOS 没有吗？就安卓才有吗？对了，我昨天看到那个冬季大打折，不是冬季大打折，应该现在是新年大打折，就那个过山车啊，过山车，过山车那个游戏，以前我小时候玩超喜欢玩的过山车大亨，还有那个模拟，模拟人生不说了嘛，还有个叫模拟城市，过山车大亨和模拟城市是小时候超爱的，对，现在是过山车之星嘛，就是。据说是传承了过山车大亨的精神，然后看一下宣传片，最重点是他据说下一个版本要推出简体中文版，这种时候怎么不买买买呢？据说原价300多还是200多，现价只要122，多少之前买的人本来说是玩起来就一时爽，但是呢现在都算是减价了，减了那么多钱多棒啊，只需要122块钱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童年的，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出简体中文版，现在就可以抱着一份期待的心去把它买下来，但是呢我现在没有带电脑回来，没有带电脑回来，没有带电脑回来，我现在万一买不成，所以万一我回去了之后它就涨价了怎么办？去网吧台神机，哦对哦，我自己家里也有电脑，对哦，也可以自己买，有道理有道理。哎呀，队友队友，估计连平台是个什么玩意儿都还不知道吧，我的队友们，
队友们，哎，我妹居然很喜欢玩英雄联盟，哎，她太可怕了，她居然跟我讲说，她辅助，我真的被口腔炎传染了，不好意思啊，她辅助贼猛，然后呢，我说真的吗？她说是的，她已经白银了，快要打上黄金了。我说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哦，好棒哦，你真的很不错哦。是，然后每天对于各种网吧之间游串。我说你干嘛不自己在家里玩？他说因为家里的网太渣了，太渣是不行的。哎呀，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要不你也带带我吧。真的啊，因为我一直不打排位赛的啊，就强迫症太严重，我觉得我真的玩排位赛我一定会天天暴走的，真的。所以呢就一直都是我朋友玩匹配，而且还一直开黑，现在都不知道玩什么。所以呢过山车大亨出来了之后，哇，应该还蛮期待的，真的。因为小时候你们还有玩过一个游戏吗？就是那个模拟城市，就是你自己建一栋城，有玩过吗？重点在于模拟城市玩完之后的乐趣就是当你把城市建起来，建了很多之后，当然这个建造的过程很多就是模拟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就只是建一下不好玩。 No, 你们不知道精髓在哪。这个精髓又在于你要把一座城市建起来之后用各种各样的灾难去摧毁它。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有一个机器人的，就你可以放一个巨大的机器人突然间出现，然后那个机器人就开始在那个城市里面肆虐，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什么暴风暴什么什么龙卷风，对，还有龙卷风的那种，还有那个就是火山爆发、地震，什么我都搞过，真的，真的，真的，特别嗨，特别嗨。过山车大亨也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过山车大亨里面你一定要建一个湖，建一个湖，因为过山车里面你是可以看每一个人的心情的。它，你的鼠标可以变成一个夹子，夹起来一个小人。重点在于夹起来那个小人之后，你可以把它丢在湖里，你会发现他的心情本来是可能是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想着说现在我要去前面买泡泡糖或者怎么。你突然间把它丢到了湖里之后，啊，救命救命，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你还会看到那种过山车的难度，就是就把它调很高之后，就很多人坐下来开始呕吐，在讲呕吐呕吐还有呕吐物，你要把它清洁掉。然后呕吐了之后，或者说你就一直不让它呕吐，然后你就会看到它憋憋憋憋成从一个黄黄的，就是心情好就黄色嘛，然后变成绿色，怎么怎么怎么样。还有那种过山车因为可以自己建嘛，就是你可以不用它原始设定的那些模型，你可以自己建轨道，就是建各种的。我以前超喜欢玩的那种，就叫做只能坐一次型过山车，就是它那个可以调那种很高的，就是很高的那种弧度，然后你就让它过山车从很高的地方冲下来，然后转两圈，然后你修一个这种的轨道，然后这边就断掉，然后下面建一个湖，哇塞，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过山车咻这样下来下来，然后咻直接冲出轨道，真的，它动画效果还做还蛮好的，直接冲出轨道，就有可能是整列过山车直接冲出，然后掉到湖里，然后爆炸，也有可能是就一半冲出去，一半还留在轨道上，然后还会退回来。还有那种是直接悬挂在那边，悬挂在那边的话，就可以把过山车上面的人夹起来，然后把它放到地上。我记得我当时建那个过山车乐园，就是因为它建好之后，它会有那种季度的评奖，就是你给你这个乐园颁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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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那种。然后我居然出了那么多事故之后得了一个什么最安全乐园奖，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在逗我吧，我这很安全吗？还是说其他的乐园比我这里出的事情出了更多，我已经算比较就是心地比较善良的那种，太可怕了。
哦，我之前在好像《生化危机七》是吗？出了吧？之前在网上看到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一个很搞笑，对他 demo 的5分钟解读。我觉得恐怖游戏真的，怎么说呢？是我有看有些人玩，就感觉哇，有点吓人，但是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要去看别人玩。我自己讲道理，虽然说我真的就是很胆大，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玩恐怖游戏的，尤其是那种第一视角的，就是真的会很有代入感，就是。我特别讨厌那种突然间踹一个什么东西来吓人的那种，但是我看别人玩就不会，你懂吗？就看别人玩就完全没有问题，你玩啊，反正和我又没有关系。然后还很喜欢看主播被吓啊之类的，就很开心，特别开心。而且一定要开弹幕，因为开弹幕就会有什么高能预警嘛，大家都懂的，或者说弹幕护体啊之类的，对，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的那种。但是有时候就不是很。不是很好嘛，自己玩就不省心那样子。哦，之前看的那个，一个恐怖游戏的攻略吧，就解谜类恐怖游戏攻略，在微博上也蛮火的，叫做返校，你知道吗？返校。对呀，就是一个台湾的出了一个，他不算很恐怖啦，他讲那种解谜类故事，然后就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吧，就是因为它是国产的，所以还就是画风特别的细腻，就是做各种方面也蛮好的，就是那个，对呀，B 站很多 UP 主应该都会。我主要是因为我们直播，我还其实非要我玩恐怖游戏也可以的啦，但是我可以下一点什么 iPad 上面的恐怖游戏，但是我玩的时候你们又看不到，你们看不到，你们就不能给我提醒啊，对吧？对啊，就不行，就很不方便嘛，就如果自己玩电脑也更不方便，也不知道怎么直播。年后有 PC 版，年后有 PC 版，但是 PC 版也不方便啊，你还要自己屏幕那什么什么什么，很复杂，打电动。我 PS4 因为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台机子，所以我连打开都还没有打开过它。然后呢，我朋友说，那你就自己买一台电视机哦。我说我房间本来就已经够小了，我要为了玩一个 PS4 还要买一台电视机放我房间。你们应该有看过我房间的布局，请问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摆下那个电视机？想了一想，太可怕了。我一直觉得房间没有电视机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住酒店我从来都不会开电视，然后主要是可能因为电视的，就是。灵异事件什么的实在太多了，然后我又看过很多神神奇奇和电视有关的东西，就比如说会用电视里面爬起来啊什么之类的，太可怕。对，而且电视会有那种信号不好啊，或奇奇怪怪的时候突然间跳频道啊，或突然间闪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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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东西。我看电视一定要小心，万一看电视突然就看到了什么不存在的频道之类的。用投影仪，投影仪我也没有白墙可以投吧，投在冰箱上。呀，不要考虑这种细节啦，很麻烦的。差不多，一会儿也要出门去吃饭。投个天花板上，我要躺在床上玩游戏，真的太可怕了吧！你们，
而且从天花板上有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你真的感觉它会掉出来，你懂吗？你懂吗？而且万一你想啊，你是站着玩游戏这样玩，然后一下到什么，咻就把那个手柄可以往旁边扔。如果你是躺在床上，然后你的画面在天花板上，你一扔砸到自己的脸，哎，同学们，请用你们的脑子好好思考一下好吗？你们的脑子是假的脑子吗？真的很过分。还有买 VR 来玩心跳，不好意思，我心脏不大好，用 VR 来玩恐怖游戏，简直了，考虑一下。哎，我以后要出门去了，所以呢，就是在大中午来和大家拜个年。大家新年快乐，鸡年大吉哦！来唱一个新年歌，祝你新…… 不是，好像唱成了什么奇怪的调调。新年快乐怎么唱来着？不是，天哪！我现在怎么想都只能想起来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好！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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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家这边啊，一直在放我们去年的新年歌。去年的新年歌，你们有谁叫什么吗？今年的叫新年这一刻嘛。去年的，因为也没有出什么 MV 啊，也没有出什么那个。你居然知道新年的钟声哦！其实，当我在商场里听到的那一刻，我自己没有反应过来这首歌是什么，我真的想了超级久。首先听到说，这首歌有点熟诶，我是不是有唱过啊？我真的有唱过，因为我居然会唱，我还知道歌词。那这是什么歌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歌吗？重点是我听的时候还只是主歌的部分，你知道吗？然后主歌部分唱完了之后，我就在想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听，这是新年歌诶，我们居然有出过这首新年歌吗？然后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自己唱的歌，我居然自己不记得。然后当时就掏出了我的手机，掏出了我的云盘，掏出了我们出过的专辑列表，开始找，还发现哦，这是钟声。然后现在听觉得还蛮好听的哦，真的很好听哎。然后又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当时就是属于几天没有洗头，几天没有洗头，戴了个口罩，戴了个眼镜。然后在超市买东西，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没事，我们这种小地方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就很开心。所以我今天早上出去买豆浆油条的时候，我是穿着我的大红棉袄，不是大红，大粉棉袄。碎花的睡衣出去买的，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就在想哦，我要出去买早餐，那家店真的很近，就是属于出门50米的方向，就这里。然后我就在很纠结，我要不要换衣服？平时我都是换的，但是我今天因为中午想要洗澡，我就在想，我换回来就要洗澡之后再换嘛，不然就很麻烦，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很纠结啊，然后我妈就说，我妈给了我勇气，说你就这样子出门吧，没关系的，就这样子出去啊，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子出去吧。我说我穿个外套遮一下，有什么好遮的？就这样出去好了。
然后就这样出去了，然后一路上全身心的都在祈祷，千万不要碰到熟人，千万不要碰到熟人，千万不要碰到熟人。就 flag 一般都会中的，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没有碰到熟人，我就这么安全的去，安全的离开了。你们不可能的，真的，我有这个自信，绝对没有被看到，绝对。你不要吓我哦，说戴口罩的一听就是假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戴了个眼镜就出门了。好，不可能，啊，对了，我回家之后吃了好多家里的菜，然后觉得我的手艺完全就是完美的遗传了我爸做饭的技艺，真的。回来之后，我爸给我做了有些什么菜啊，尖椒鸡，就是尖椒，就是那种，哦，怎么跟你们说尖椒，就是那种尖尖的辣椒，然后尖椒鸡，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大菜嘛，然后呢红烧牛肉超级无敌好吃，而且煮了红烧牛肉那天因为是下午嘛，然后正好就用红烧牛肉的汤还煮了一碗粉，我现在有点饿，超级好吃，比外面卖的好吃一万倍，我跟你们讲，特别好吃，而且是那种炖的很烂的那种，就很软嘛，现在都喜欢吃那种很软的，巨好出比。然后今天早上又用那个竹笋来炖鸡，炖了鸡汤啊，简直要好吃的哭出来。我记得上海有一道菜，好像叫腌笃鲜，是吗？是叫腌笃鲜吧？就是笋啊，然后咸肉啊什么的，就混在一起炖。天哪，因为我很喜欢吃笋，然后呢，正好又竹笋炖鸡，天哪，简直幸福的要哭出来。重点是我爸连炒白菜都很好吃啊，就招来白菜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们这边做菜会很喜欢用到的东西，一个是招辣椒，还有一个是那个豆瓣酱，对，因为比较调味，然后就是招辣椒来炒白菜，连炒白菜都那么好吃，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就一次性的白菜都可以吃一碗，好好吃哦。我妈就属于，我觉得我妈唯一值得我赞赏的一个菜就是红烧肉，可能是因为红烧肉重点是它的调汁嘛，然后其他的就我可以自己做。然后我妈就说她过年的时候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啊，过年我不是我那次给你们说我爸去港澳玩的嘛，原来是只有我爸去，我妈没有能去嘛，因为我妈公务员，公务员就是对于出境啊什么的，就是去港澳啊或者出国啊都会很麻烦，就是就会把什么就很复杂嘛，反正就很复杂，对啊，所以我妈就没有去，然后爸爸就自己去了。我爸爸自己去了，我妈就只能一个人在家，就只能自己做饭，对吧？然后我妈呢就很想喝藕汤，就莲藕排骨汤。你要知道，莲藕排骨汤其实是很方便做的，就炖汤嘛，谁不会对吧？嗯。但是呢，对于食材的限制是很复杂的，就是你要选到，就排骨也还好啦，排骨就差不多都是一些排骨嘛，对吧？但是莲藕是很会唬人的一个东西，你要知道嫩的藕的话是比较适合炒嘛，就比较脆脆的，然后比较嫩的藕弄去炒。然后呢，如果炖汤就要选择那种老的藕嘛，就是那种比较大只的，然后就生长的比较那个，那种比较糯，就炖出来会比较糯的那种。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人呢，就是就很坏卖菜的人，他就会把那种明明就不是好的自然的莲藕，是什么话？自然的变老的那些莲藕拿出来卖，而是催用一些各种什么催这个催熟啊，哦，好奇怪哦，这种话，催熟啊，或者是把它涂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注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可以让它很快的成长成那种感觉好像是很老的那种藕，你懂吗？对，然后那个呢，它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合格而已，但是你买回来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炖不烂的，假藕，是的，所以 我妈呢就炖了那锅排骨莲藕汤，就已经炖到那个排骨都快烂掉，结果藕完全就是完全再见啊，对啊，就是完全挂掉的那种。然后呢，我妈连她自己都喝不下去，就是 它也不是脆藕，我跟你说，它和那种真的是嫩藕的那种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再煎了那一锅排骨莲藕汤。然后我爸回来之后尝了一下之后，果断就和那锅汤 say goodbye。家里就是我和爸妈，爸爸现在已经出去了，还有我妈在。看后面才不要呢。对，在家里面说家乡话说太多，我们家乡话就不用管那什么 L 和 N 的问题啊，好吗？因为都没有分的。家乡话就会比较正常，就是那种，就是感觉我们那边所有的家乡话都是很平、很平、很平、很平的那种，啊，现在3点半了，好了，我要下播了，我要下播了。要出去吃饭了，我哥哦，对，我给你们讲，我哥忘记了件事情，我哥不在浙江嘛，他一直在浙江，然后虽然我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就想要去过去玩，但是没有时间，然后我哥前两天就回来了，前两天回来了之后呢，就来家里玩，我哥小时候还挺帅的吧，因为他小时候挺瘦的，现在就是膨胀了那么一点，不是一点，哇，哎，天呐，我上一次见到我哥的时候还是去年的过年，去年过年的时候，去年过年我见到我哥，我就跟我哥说，哥你要减肥了，真的。你再这样子，你绝对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你太可怕了。因为我哥很高，我哥大概180了吧，有180吗？应该有，差不多。但是呢，他去年怀的时候，我目测一下，大概多少斤啊？你们觉得180多少斤算胖啊？我觉得这快差不多200了，真的。他估计也没有那么夸张吧，大概180斤的样子。真的，真的，真的，180斤的我哥。重点在于，我曾经在我脑海中，在我幼小的
幼小的我的思想里面，我哥一直是个瘦子，一直是个高个的瘦子，因为他直到去浙江之前，他都是很瘦的，就是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一个细高的人，细高的人。突然间见到他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发自内心的在拒绝，你是谁？你不是我哥，你一定是假的。我哥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特别不想要承认。所以我这去年见到他的时候，我这说他一年呢，你怎么这么胖呢？你怎么胖成这种样子呢？你好意思吗？你好意思以前说我胖？天呐，你可不可以减减肥啊？你再这么胖下去，真的没救的哎！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你去照照镜子，太吓人了，真的。然后就被我吐槽那么多次之后，他回浙江之后，他去年终于下定决心减肥，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一定会瘦下来，自己还在朋友圈发那种什么什么不瘦多少多少斤，我怎么怎么地。一般来说，我觉得发这种的人都不会瘦下来的，真的。然后他自己说，他在这一年中去健身、去踢球、去干嘛干嘛，各种都干过了之后，终于我今年又见到了他。那天他过来我家吃饭。虽然说我已经经过上一次的冲击，对他的印象稍微知道他是一个会膨胀的人，就不再是那个细长型的哥哥。但是呢，我也没有想到，我看到他第一瞬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这么胖？”然而，他竟然给我说：“我已经瘦了。”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说我瘦了，我说他们长的是假眼睛吧？见过你的居然会好意思给你讲你瘦了，这是过年的好话吧？就当做是给你红包了，不给你红包，所以说句好话让你听听，让你麻痹一下自己的神经。他说不，我真的瘦了。我说那你之前180，现在多重？他说我现在160。我说20斤，应该是很多的啊，真的应该是很多的啊。然后重点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妈还补充了一句说20斤已经是很大一坨肉嘞。然后我想一下，如果换算成猪肉的话，20斤真的可以买非常大一块猪肉哎，真的。然后。然后，我哥就很无语啊。我说你可能和我一样，身上瘦了，但是不瘦脸。真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感觉他有变瘦啊，真的啊，还是特别不想承认他的存在。真的，真的，他怎么能胖成这样子呢？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请问。现在我嫂子呢在哪？她之前有谈恋爱啊，然后我就说我要看嫂子，她说分手了。我说就是因为你太胖了吧，所以快点 减肥，减肥。然后我哥就特别想要打我，然后我就跑了。真的，真的，真的，哎呦，真的，还是要稍微进行一下身材的管理，对吧？就是我觉得他150斤我都能接受，160还好意思跟我说他现在已经瘦了，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我这是对他好，就他让他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去过一段更好的人生。就是监督和督促他，不然平常人说他，他都不会听的，你知道吗？尤其是还说他变瘦的那种，他就会被洗脑，觉得自己真的已经瘦了，已经 OK 了。不不不，我一定要让他回到我曾经的理想当中的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一个高高瘦瘦的哥哥。
所以他麻烦他快点去多运动一下，不要那么能吃，怎么地。真的，是为了让哥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所以要努力的减肥，不然我每天减肥减得这么痛苦，没有一个人来和我一起。健是哥哥，大家都应该同甘共苦，一起好好努力减肥，对吧？其实结果不是那么重要的，真的。但是呢，减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互相攻击而督促对方减肥。给对方更多减肥的意志，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你们觉得对不对？对吧？天哪，居然有人说我是外貌协会的。昨天我一在和我朋友说到这个问题，我就在说，我不管怎么着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外貌协会的吧？因为感觉我的审美好像有点问题，外貌对我来说应该影响不了太多的事情，感觉还是性格比较重要，对吧？戴萌就是一个颜狗啊。哼，林雨琦更是啊，林雨琦简直就是，哎呦我的妈呀！林雨琦，我都不想说他。那次我看到有一句话，有一个表情包什么的，怎么说来着？叫做，就说对颜狗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我像什么？大概意思就是，我用我的真心发誓，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真爱。美队啊，美队，美队是因为他很。正派呀、啊，也不是说很正派，也有问题，但是很喜欢那种敢做敢当的，就是领导风范。所以呢，我不喜欢钢铁侠，美队和钢铁侠之分，就是因为钢铁侠性格不喜欢，真的。对呀、啊，钢铁侠。虽然钢铁侠很有钱，我承认哈、啊，对，真是很棒，没错，没问题。但是钢铁侠就是不喜欢他的性格啊，真的就是不喜欢哦。我更相比起来，我更喜欢绿巨人。完了，孔孝运要出来和我抢了，真的绿巨人。所以我和孔孝运的审美都很奇怪，我们都觉得绿巨人比钢铁侠好啊。绿巨人超级棒，如果他回归博士形态，就是因为他有绿巨人这个比较奇怪的，就是小缺点，哎不，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优点哎，绿巨人感觉，比如说他在里面对黑寡妇，他就会有人性的那一面，他只要不暴走，我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相比起来，绿巨人和美国队长我差不多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就是绿巨人的博士形态啊。的那种很聪明，然后，但是他性格当中的一个小缺陷就是他也很害怕，也不是说很害怕，就是很想逃避嘛。但我觉得是正常的，蚁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雷神和 Nokia，Nokia 那种感觉就是很适合，
当朋友应该很开心啊！天呐，我也蛮喜欢 Loki 的，因为他虽然说很傲娇，好像是什么鬼啦，叫什么鬼啦？这冬兵，对，冬兵我很喜欢，对，美队和冬兵也是差不多的喜欢，就是稍微比绿巨人高一点，美队和冬兵差不多平起平坐了。偶尔有时候我更喜欢冬兵，因为美队有时候还是太过于，就是不会变通，但是冬兵真的特别的棒，特别的喜欢，对，冬兵简直，哇，特别，性格方面真的还蛮完美的，真的还蛮完美的，李佳爱。默默看看我哦，看你戳脸，哎呀，戳到了，想我了吗？没有，我们两个的烤肉之约还没有开始呢。那天又有人把当初你那个蛙声的视频转出来了，然后看着你那个样子，我真的爆笑，我又爆笑了一个晚上。是的，是的。很可爱哦，不要看那个视频了，真的。你当时把它放上去，就有随时随地被拿出来温习的这个觉悟才可以。我赶紧去删。不，那个是很可爱的东西，不准删。我跟你讲，那个是宝物哎，那个是很厉害的东西啊！很多人存档了，那你删吧，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到时候再重新发一份，艾特一下我就可以了。对啊，B 站有备份，真的太傻了，二傻子一家哎啊！哎，这个称呼还蛮顺的哦。啊，我失忆了。失忆了是什么来着？啊，你那次发那个视频什么来着？我忘记了，我去看一下吧。都忘记了，对吧？失忆了，就忘记了。哎呀，今天多吃点，你才应该多吃一点。像你们这种瘦成一根小柴火棒的，啊，好羡慕。你为什么要来？因为你想我啦，所以你来看看我啊。你也要多吃一点哦，不，我不想，我知道你现在是在害羞，真的，哎，不害羞。唉，我觉得家也是蛮可爱的，很可爱。那天那个什么来着？就是我们4周年那天，不是 Jenny 是 Jenny 的吧？那个妹子出了一个那个，这应援棒怎么发的啊？不用你那种啊。然后 Jenny 的那个妹子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对不起大家，我又忘记了。就是大家说和佳爱很像的妹子，然后我就拍那个图，然后发给佳爱。我说天呐，你们两个好像，对，左嘉欣，对，然后我就说你们两个好像啊，然后佳爱就发了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嘟嘴的表情，就说那么多人都说他和我很像哎，我说真的蛮像的。然后他说啊，张琼宇还。张琼宇、左嘉欣、张琼宇吧，应该是，好像是张琼宇，对，然后他叫张琼宇，对不起啊，然后就说他们俩很像啊，真的蛮像的那个时候的事情，然后就发给他，我就说你们俩，你看你们俩真像，
然后他又说，那你说是他可爱还是我可爱？我说当然是你可爱啊，你最可爱好不好？没有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女孩子真的很可爱，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想，就不会说去问别人说你觉得她可爱还是我可爱啊，就是很有少女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嗯，就是很有那种，就是特别少女的，就是那种小说中描述的那种，我想一想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是还有热腾腾的那种少女心的，就是在发着光的少女才会说出来的话，就是那种你可爱他可爱是我可爱，就是问别人啊，就觉得哦戳到了，很可爱。孔香英真的是臭不要脸，就连语气都不一样的，我都可以脑补出来孔香英的语气和家里的语气的差别，简直是巨大。孔香英知道问这种话的时候，一定还会搔首弄姿，你懂吗？就有可能还会给你抛个媚眼，然后说他可爱是我可爱啊，然后如果你觉得一脸尴尬不要回答话，他会自己接一句，当然是我可爱了，我可是天下最可爱的那个人，天哪，孔孝敏。我说的没错吧，真的，天哪。徐佳琪，哎呦，徐佳琪走的是另外一个风格，虽然说也是搔首弄姿，但是他不大有那个孔孝敏的那种感觉。徐佳琪在问这种话的时候一定会卖萌，你会那种捧着自己的脸嘟着嘴，然后再先眨两下，然后睁着用最大的权力睁大自己的眼睛，用一种自以为小鹿斑比的目光看着你，然后说那你觉得是他可爱是我可爱，而且他很喜欢在后面再加一点语气词，什么天哪我都说出来，什么啾啾这种话。对不对？你们自己想象一下，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对吧？哎呦我的妈呀！哎五折？哎，五折会有比较极端的画风，有两种，一种就是那种傻兮兮的。还一定要这种张着嘴问，诶，这样，但是他可爱还是我可爱呀、啊？那种就是那种很无辜的样子问，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像他们家的猫一样，那种很那种的，是，那是他可爱还是我可爱呀、啊？那种，懂吧？对，就很像那种，就像一只那种猫一样。哎呦天哪，突然间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回不去了，我是被他们打的吧，要不得。他口问这种话的时候都会语速变慢啊，就是就会像一只那种小猫咪一样，就缩在你的怀里那种，然后
就那种很甜腻的语气，就是很慢的语调说那种，那是他可爱什么？感动很慢很慢的语气，我当然是学不出来的。哎，哎呦天哪！不要再说这个，天哪！我要换个话题。我真的把他们全部弄一遍之后，我回去就会死了，因为在群里发10000个红包，他们应该抢完红包之后还是会怼我的。现在这样子，我发个红包，他们还估计还会，就算了吧，算了吧。之前的这些恩怨过节都让他忘记吧。佳爱，你没有谁举报佳爱了吗？你怎么了？哎，佳爱，你不是走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这个口是心非的人。说明你还是很舍不得我的，对吧？嗯。心好累，发不出来。你们那么可爱的女孩子，怎么能去举报她呢？嗯。拜拜，你就这么和我说拜拜了？我还在夸你。你们真的是，我只是很可爱，我是承认的，但是很傻，我不承认。相比起来，你比较蠢。明明是我自己的，真的是。好了好了，换个话题。哎，你玩得很开心，你玩什么喽？你来了之后就把自己挖肾的视频重新回顾了一遍。还特别希望再一次看到你哭鼻子的样子，为了一个蛙声哭鼻子还哭成那样，重点是哭成那样还能够录一个视频让大家开心，真的太棒了。希望下一次你再洗蛙声的时候把它洗得更长一条，然后就会哭得更厉害。希望我还有机会可以现场围观到这一史上绝不可错过的时刻。我觉得应该很棒。啊对，我要出门，现在4点了，混蛋！你们这群混蛋，你们这群混蛋，真是的，真是的，真是的！我要吃饭，吃饭。18个加一瞬间，17个都是关于蛙声。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就是蛙声洗了17次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变回它原来的样子，变成了面条型的蛙声，然后佳爱就把它当做面条吃掉了。我们家吃饭大年夜都会出门吃，因为人很多，然后在家里做饭其实还好，但是收拾打扫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大家都会选择出去吃会比较方便嘛。所以真的要出去了，别去相亲，你也得给我一个相亲对象才可以啊，真是的。你也好了，在这一代新的一年，再祝大家实际一点，今天晚上多收一点红包，
在群里面多抢一点红包 ，WiFi 给力一点，手速快一点。然后，我刚说要唱新年好是吧？新哦，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祝福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祝大家今年大吉。最后发一个红包，你们来抢哦。红包个数111好了，鸡腿总数。嗯，那333红包好了，不要111，111也不大好。哼哼，123走你，等一下，没走成功。123，走你。我是没有发出去吗？什么鬼哦？这是假的红包吧？我该不会一不小心就会送两次吧？骗子！好，耶！新年快乐，爱你们，么么哒！希望大家都可以和家人吃一段非常味美、非常美味、非常开心的年夜饭。拜拜！先还没有吗？抢不到就是手速的问题，反正手速这种东西，唉，我沙发坐这么久，坐的也是挺舒适的，真开心，每一个微博都有沙发可以坐。嗯，好啦，好啦，好啦。拜拜，下一次再见。